的菜。对，这件的话，它的颜色就是很基本的两个浅色系。我先给你看一下这件它的长度，它长度大概到小腿肚，就以我身高来说，大概到小腿肚左右。那它的细节就是大家最爱的 V 领 ，V 领。然后你看它是个手袖，它很挡肉肉，而且很凉。就是我怕热的猫咪，这件的话会很凉。你知道手袖这边是很通风，然后这边是做很漂亮的蕾丝，它点那种布蕾丝的感觉。那这里的话也是一样的滚布，好漂亮哦。对，它而且它的位置刚好是内衣，不会露内衣的。对，里面都小可爱，然后它是不会露内衣的位置。现在这件的话超美的，就是我拍照就是可能拍后面，然后就不一定要拍正面这样，就是回头这样走，回头对，超美的。大腿那边，看到大腿，然后下面的话是有做这样蛋糕伞状。它的布料本身就有做一点条纹哦，它虽然是素面，可它上面有做一些条纹的那种纹路，所以本身就不会很是棉纱材质的，很柔软，有点像棉纱的材质，柔软。然后也看一下，就是像类似像雪纺，照顾它的话，大概像雪纺那种皱度就比较不容易皱，它不是那种很容易皱棉吗？这样不会皱，我觉得这个材质就像雪纺那种，对。还有口袋。宽松度，那我可以穿到身后吗？我觉得里面穿有内里的，有内里其实还好。对，你不要故意穿大红大黑。对，基本上我觉得你穿白灰色系都可以。这个胸宽平放59，一圈就是120，所以你依照背你都不用怕，因为看它多大哦，所以这个胸宽59，然后一圈就是120，肚围是保证你也可以穿到身的啦。